谢谢。今天演唱会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多了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真正的主角，对不对？我们欢迎两位老师，陈辅明、陈志远老师。手边就是以前有个外号叫大头大头老师，陈辅明老师。我的左手边这一位，刚有人说你很帅，他就是人家称为音乐怪博士陈志远老师。陈老师，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唱了这么多的歌，而且在座来了很多你音乐界的好朋友，有没有什么话？阿芳你好棒。陈老师，你不能只讲这一句，还有好多好朋友来。我想一个歌手在短时间之内要唱这么多别的歌手的歌，这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跟很多的心理建设。阿芳你好棒。那个时代有非常多的好歌和非常多的好作曲人，我想因缘际会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我们陈志远、阿芳，我们认识了十几年，一直到去年我们才有真正的机会合作。小燕姐，你创意的头脑让我们完成了这个 party。 我想我和陈志远也要谢谢在座所有的作词的和演唱的老朋友们，没有你们，我们这些歌是完成不了的。谢谢你们，郭子，了不起，郭子。最后我想，阿芳有一句话，我跟陈志远都非常赞同，今天晚上你们才是真正的主角。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么美好的、值得回忆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也陪你们度过今天晚上。谢谢你们来，感激不尽，谢谢。谢谢陈老师。导演这时候哭可以啦哈。我想我不要靠近陈志远老师，因为我怕待会掉头就走怎么办。还是陈老师你有没有话要跟大家说？对，你怎么知道他戴假发？好，我们不要干扰他的情绪，因为这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。这首歌就是我加入风华唱片之后跟两位老师相遇的一首歌，也认识小燕姐的开始。然后不要讲了，好，把歌唱完。
深邃与甜蜜，谢谢。
陈老师，陈老师，再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小五，啊，小五，小五带着陈富明老师的女儿跟陈志远老师的儿子，哇，你们有一个很伟大的爸爸耶！来，我们全家福。我们全家福跟大家再敬一个礼好吗？陈富明老师，小五，敬个礼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陈老师，谢谢。